不好笑呢？好笑啊，就笑到最高点，就觉得哎呀，真好笑啊！特别的一堂课，奶罩你们有李连杰帮你上课？没有，这堂课其实不是李连杰本人来帮我们上课，其实他是就是我们要学李连杰，然后我现场可以带来一下，就是我学一下李连杰。好，来来，好，但不像可以不要骂我们。好好选，兵不厌诈，继续战争。Q 这是啥？我们 Q 李连杰有这个吧？对啊，根本就没有这课吧？没有学课吧？课名叫什么？其实这武术有氧啊，只是我们要学习他的精神。然后我最喜欢的武打明星就是李连杰，所以我期末考的时候有点难。然后我就拜托老师，就是模仿李连杰，就让我过。烂透了！因为我们期末就。没有，就是期末，因为我们期末就会考老师上课的武术动作，然后要加上自创的，然后他放那种音乐，什么嘻哈还是什么电音，然后你要对拍，然后可能对我来说有点难，所以我就拜托老师，就是让我只要学对白就对了。对对对，不过今天我们这个来宾啦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的其实各现在可以说各个科系都有自己招牌的课啊，那这些课程呢，就有一些很特殊的作业。今天我们几位来宾带来一些特殊的作业，第一位带来这个作业呢。不止特殊，而且有点禁忌的感觉哦。马上欢迎到我们第一位是在昆山科大视觉传达设计研究所的巧儿，欢迎。巧儿，你带来什么样的课程？让我们看一下的这个特点。作品，我的作品名称是《秘密花园》，这是其中一个系列。第一个系列就是之前苹果就是有报道是那个窥私系列。就是拍男性的那个生殖器官的特性，对，对，然后它的特点就是毫不避讳的侧写第三点嘛，因为我直视它，比较喜欢就是拍那种比较 detail 的，就是很仔细的，因为我这样拍的话可以看到就是每一根毛，然后每一寸肌肤。特点二是就是它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啊，就是。过程中会比较尴尬一点，其中有一个作品是拍立得，拍立得会很害羞，因为距离只有35公分。拉得近一点。好，假设纳豆要拍阿天呢？阿天站35公分的距离很，所以要蹲着这样拿着相机，大概要离这么近哦。近一点。差不多。这样会有味道吗？这么近，应该对味道都不大。我很怕，他也很怕。我们两个都超害怕的，因为我超怕他的，他也很怕我去攻击他。他也会惊，对，他不突然有反应没有什么的，会啊，会有反应啊。有时候男生来，有时候很紧张也是会有反应的哦。然后有时候是很紧张，紧张到没有反应也是都有。你是这个任务是要拍几只？很难算这单位，对不对？几位？预计是100啊。你现在拍了多少？对，现在大概30-40吧。哇！这边很多人，你都可以邀请。